大家好，我是申子希老师，欢迎收看这个频道 New Taipei Getaway 新北轻文旅。今天呢，我要讨论的景点呢是九份。大家听到我们很兴奋，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九份这个地点。可是呢，九份的名字由来呢，大家应该想说，不是说以前在国高中课本嘛有教，就是说那里呢住了九户人家。如果你有去过九份呢，你应该知道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呢，山城呢要出去买东西呢，就诶较无方便。所以说呢，那如果有一户人家要出去买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说啊，行算安尼帮咱备份，所以就每次要买九份回来，所以大家就说，这是九份的由来。真的不是哦，大家，因为呢，后来呢，史学家呢有就是考证过说，其实九份的由来呢，真的不是因为住了九户人家，而是因为在古早时期，金矿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那大家应该知道九份产金嘛，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不过呢，在金矿被找出来以前呢，九份这个地方的人呢，是靠那个提炼樟脑油，然后呢来卖这个樟脑油而就是为生，所以呢他们会去采取那个樟脑树，然后呢煮。可是煮东西呢，是不是要用那个炉灶？所以呢，那当时就有90口的这个炉灶，哇，这么多！所以90口炉灶，那具体住了多少人呢？看了史料呢，大概就是两三千、三四千人。所以呢，可是这90口炉灶，那怎么变九份？好，大家呢要开始做一下数学了。90以10为单位，那是不是90除以10？那就是九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哦，九份炉灶这样来的，所以是这样。因此，这个地方的地名由来呢，是因为这个90口炉灶，然后呢以10为单位而命名成为九份，所以真的不是住九户人家哦。好，九份呢，有去过的人都知道呢，相当的有一种动画的感觉。那我讲到动画呢，大家一定也不是特别陌生。日本有一个动画叫《神隐少女》，你应该呢就是没看过的人可以 Google 一下啦，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呢，它有很多的场景呢，就是很类似，也很雷同。所以呢，你在当地呢，疫情之前也会常常看到有相当多的日本观光客，他们超喜欢去那边拍照取景。然后我也看到曾经有一些明星就在他们的那个 IG 上面打卡说，哦，我终于来到这个地方，那个背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茶楼，那也加上我们刚刚讲它在山城，所以说呢很多的楼梯，你可以从这个楼梯穿越到那个地方，再从这个楼梯再走到这个地方。那我实地走访过，其实我第一次去九份应该是跟我的阿嬷，好久了，所以等一下也会讲到关于一个理发店阿嬷的故事齁。当时呢我的阿嬷应该还是能走的，当然她现在过世了，在几年前吧，5年前左右，我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年呢，他过世了。那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带着阿嬷去九份，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体力可能要好一些，要不然如果你的膝盖啊，或者是就是可能比较没办法走，那你可能真的就比较困难，因为毕竟就算再怎么样的平，把车子开到最高的地方，你可能都还是得会有一些楼梯，或者是即使走到老街，然后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行走。那我一直都很记得跟阿嬷的回忆是，我就跟她说，阿嬷，你爱坐你这间蛋瓦，然后那一间在卖超阿贵啊，超阿贵也是九份会有的一个local delicacy，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当地的名产。所以当然大家知道的是九份芋圆嘛，吼，然后超阿贵啊这些，然后我阿嬷也喜欢吃那个，我觉得超级有趣，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真性情大辣辣。我就反正有两家，我们就姑且说 A 跟 B 啊。我叫阿嬷在 A 的超阿贵店等我，就阿嬷跑去 B， 然后我就突然很大声的跟阿嬷说：“阿嬷，我不是跟你讲在 A 这间。”然后那个 B 的老板就觉得，哦，然后反正对那个大概是在阿嬷还能够走路的时候，
然后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忆。不过其实讲到这里，有的时候提到我阿嬷，我常常都很想掉眼泪，因为后来其实工作创业以后，我很少很少再跟阿嬷在一起。那也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很多时候就是你爱一个人要及时讲出来，然后要很紧急，也不是紧急啦，就是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告诉他，或者是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会很把情绪藏在心里，但我觉得真的不要，所以你就说好啦，反正因为没有机会见到阿嬷最后一面，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一个遗憾。那讲到这里呢，我要说的就是最后一次，我最近因为要拍摄，我就去实地的踩点，然后我把车子停在就是因为九份一直往上弯嘛，对不对，的某一个地方。那当然那是一个停车场，一个合法的停车场。那我们就走其中一个楼梯上去，那走楼梯上去之后呢，你估计还要再看一下才知道说诶到底哪边是茶楼啊，因为就那个最 classic 的那个景点，对不对，就是有一个茶楼，你们看照片就会看到哦，因为所有人几乎都在那边拍照，因为就是背景就是那个所谓的茶楼，那也就是大家讲的那个神隐少女的最雷同的那个样子，也就是你会看到哇挂着红色的灯笼啊，然后有高高低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石阶，对不对，然后还有绿色的这些当然就是树嘛，对不对，然后配上蓝天这样子，哦，那景真是美。在那个时候1930年代日本人就是的这个日据时代发现了金矿，那全盛时期呢，因为当时就不断的开采呀，把所有的这个金都运回去日本。那因为它的金矿要出去也要坐船嘛，所以说如果你在海上，人家看到就觉得那真是很像一个香港或者是上海。所以说九份在当时就是淘金盛况时期的时候，也被就是称作小香港或者是小上海。甚至于呢，还把它讲成是一个亚洲的一个京都，就是全部都在产金。那不过当然，随着你这样过度的开采，那个地方的金肯定就没有了呀。所以我们才说呢，这个一箩筐的这样去采金矿，叫做 gold rush。那其实九份对我来说呢，就很像女人的一生。怎么说呢，其实他在一开始他是由樟脑油，对不对，就是制作古早的这样的樟脑油开始发展，然后呢找到了金矿之后呢，就哇就蓬勃一时的很发展，然后很绚丽，非常的繁华繁荣。但是呢等到金矿没有了以后呢，它就没落，可是却呢因为就是一些文创，好比说像是电影动画，然后很多这些艺文创作家再把九份呢带回来到观光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即便现在呢，它可能不像过去有这么多人去淘金，或者是呢专门只是为了盈利的目的，可是更多的是这个文化的一个遗产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像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为什么我刚刚说我把车子停在就是底下，然后走了一个山路，但是因为有一点点找不到路，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个店家。你知道这个店家真的很有看头，她是一个阿嬷，她的店名就叫阿婆理发厅。大家好，我今天来这个高分啊，是念用作高分啊，嘿，高分啊，就是阿嬷你在开剃头店哈，哈啦，剃头店附近的啊有啦，人啊为这过，嘿，若要给我剪，我就来剪。安尼哦，嘿啊，我感觉你头毛嘛，甲之前了袂歹。这李长，哦，这李长，哦，李长哦，嗨，李长你好。每次都访问，哎，对，那个阿嬷技术很好，真的。大概各地不管都登去随，落去随风，金龟蕉人拢走来好听。真的，对，哇，是真的。金龟蕉跟随风的拢来，对对对，拢好听。好啦，安尼咱祝福阿嬷继续生意好，啊，食巴黎哈。那阿嬷呢就跟我说，其实她呢从十几岁，你可以想象吗，剪人家头发理头发，理到现在阿嬷已经80几岁耶，真的跨北出来。然后呢阿嬷就是做了60年，其实大家应该知道60年等于一甲子，对不对，所以呢她就跟着她先生，然后呢在九份这个地方。那或者是反映其实我自己的阿嬷也是，就是嫁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自己就这样奉献在这里，但是还是就是一直保有她身为一个女人
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呢，我只是从阿嬷的身上呢，那她其实也跟着我说，这个地方过去呢，当然相当的热闹。那现在年轻人呢，谁还会再去给她剪头发？不过呢，她还是每天都开店，因为呢，还是会有人想要来给阿嬷剪这个头发。她叫阿婆理发厅，好，有机会也可以支持她一下哦，因为她的招牌很可爱，也是当地的商会帮她做的。接下来我会用我的英语的视角呢来说一下呢我对九份的看法给大家，也顺便练习一下你的听力哦。Jiufen is a mountain town in northeastern Taiwan, but Jiufen in Chinese means nine portions. The story goes that there used to be nine major families there, so whenever there were profits from shipping in the area, nine portions were required, one for each family. However, historians have asserted that before the gold rush during the Japanese era,People in the region made their living by refining camphor oil.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90 stoves, and people divided them into groups of 10. So, nine parts. In reality, this is where the name Jiufen came from, not because of the nine families. Gold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1893, and people rushed there to mine and prospect.Up until the 1930s, the mining industry was booming, and most of the gold was shipped to Japan. Jiufen grew into a wealthy city and earned the nicknames Little Shanghai and Little Hong Kong. Although the town declined after the mines dried up, it has still inspired many artists and creators of cultural works, such as the movie,悲情城市 which brought Jiufen back into the spotlight and has promoted tourism from visitors around the world. Even a scene from the popular animation Spirited Away was inspired by a location in Jiufen. The narrow alleyways of its old town, packed with tea houses, local eaters, and handicraft stores,still has a hint of magic that draws people to visit. I liken Jiufen to a noble lady whose story began with the modesty origin of selling camphor oil, had a period of wealth and beauty, and then, as the years passed, retained a quiet dignity and charm despite losing the vitality of her glory days.接下来呢，教你用一句话介绍九份的特色给你的外国朋友。好，这句话呢，我们这样说：Jiufen is a mountain town that retains a sense of glory and pride despite the passing of its gilded youth. 九份呢是个山城嘛，所以呢，我们的山城，我们说的叫 mountain town。Mountain 就是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Town 呢，就指的是这个城镇，对不对？前阵子呢，我们学的淡水呢，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沿海的这个 coastal town。那九份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山城 ，OK？ 刚好呢，配合我们的新北呢五条美学廊带，那呢，大概就是在我们的山城的这个廊带。好，那retains 就是说呢。保有了，保有什么呢 ？A sense of 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常常会说 ，Oh, a sense of humor 指的是说一种幽默感。但是呢，它这里是一种 glory and pride， 就是它辉煌而且很骄傲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的这个感觉。OK， 所以我们说呢 ，retains 保有了 a sense of glory。And pride. 那再来呢？后面呢？这个 despite 呢？其实在考试里面呢，以前我在教书呢，常常会看到哦。despite 它其实就是有虽然或者是尽管的那个意思，它跟 although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 despite 因为是介系词片语，所以后面呢不可以接一个句子。
什么是句子？就是说又有一个主词，又有一个动词，所以它不行，它只能接的是像是名词啊，或者是像动名词这样的东西。那因此呢，你会听到我说 despite 后面是 the passing of its 什么东西，所以是哦，所以穿越过，对 the passing of its gilded youth。 那这个 gilded 大家可能稍微比较陌生，它其实指的是很富豪的，很有钱的，所以我用它来形容那个年轻这样的一个岁月，就指的说他年轻的岁月呢是相当有钱啊，相当华丽的这样。所以说纵使即使呢他这个华丽的岁月都过去了，对不对，九份呢还是保有他的荣耀跟他的骄傲。好，整个句子我们再一次哦吼。Jiufen is a mountain town that retains a sense of glory and pride despite the passing of its gilded youth. 接下来呢，我要教大家一些跟生活啊相关的这些使用单字。好，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分量，对不对？所以九个份，九份叫做 portion。Portion 就是一份，就是一个一份。Portion 它就是 portion 就是一份，所以 nine portions 九份。好，那我们说呢，就是他们是一个山城，所以呢要靠这样坐船来，对不对？或者是运送，这个字呢也非常的实用哦。如果你有时候买东西，假设你是在海外，然后你会点击，他就会问你说，哦，你的方式是什么？叫 shipping， OK。Shipping 它是靠船运的，你说可是像有时候真的不是船运，它可能真的就搭飞机来，不过你会看到他们就叫写 free shipping， 就指的是那个寄给你是免费。反正 shipping 呢虽然是船运的意思，可是其实它就指的是说寄送东西给你，所以 shipping。 好，再来我们说他找到了这个金矿，对不对？ discover， OK。Discover 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嘛，有一个频道叫 Discovery， 对吧？可是呢，这个 Discover 在这里呢做的是动词。那可能有同学注意到说，老师 ，see 你怎么念的是那个是不是 k 的音，而是 g？ 因为呢，前面的那个 s 它是无声，所以常常这样的字呢，我们后面的那一个就会把它变成有声音的念出来，所以是 Discover。如果你念成 Discover 就就不是我们念的反正其实这个就是语言嘛，就是人在讲，那你大概就是我们的发音原则是这样，所以是 discover。 好，那么九份呢，因为找到金矿之后呢，它的这个采矿业呢就相当的兴盛。好，那至于呢这个矿采的这一行我们叫做 mining， OK， mining industryMining industry， OK， industry 就是某个产业嘛，所以 mining industry。 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说后来落寞了就有艺术家创作者，对不对？所以艺文也是跟我们这个频道一直在提到的艺文相关，所以呢艺术家 artist， 我们应该学过 art 这个字在淡水那一集。那么 artist 加了 ist 结尾就是变成人， art 加 ist artist。那 create 这个字是动词，可是我要讲的是创作者 creator， OK， creator。 那因为 create 它去一然后加了 or， 所以说你常常看到有 or or 像是 ist， 他们都是人的意思。所以再一次哦，艺术家 artist， 那创作家 creator。好，那么九份的路呢就是很多这样窄窄的，所以我们叫做那个 alleyway， OK， alleyway 就是这些巷弄啊，这样子穿越这样子。最后一个我们说在这个山城里面呢，哇，好多的这个茶楼哦，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小店，我们叫做 packed with， OK， packed 就充满着， packed 是打包了，所以 packed with 就是充斥了充满了什么样的东西。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喜欢，也对你有帮助。欢迎继续追踪新北市立图书馆的这个 YouTube 频道，那也会在每个星期五下午2点首播。不过呢，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我跟 DJ Joseph 会在 ICRT On Air 的这个 New Taipei Getaway 的节目呢，跟大家先聊聊。那么 ICRT 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也会有这个节目哦，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